牵一条线，一款人一款命，有人输有人赢，心爱看淡，有时勇有时惊，无聊的王子啊，漂泊的心甘会快活，不通阁继续糊涂行。卦象是什么意思啊？山地波，这个意思是说赵木修会被至亲所杀，而且还是个女人，这不就代表是精灵弑亲吗？怎么办？我到底该不该告诉赵木修这件事情？国师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说没关系。赵木兄，这是个不好的卦象。这意思是说，你不能安享晚年，而且会死于横祸。哦，看刘国师似乎语带保留，难道我惨遭横死的原因是精灵？国师，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人杀死的？是。哎呀，嘿，我年纪一大把了，什么时候死其实也没什么关系，只不过在死之前我有一个心愿，一定要把它完成，那就是除掉七公主。那么就要解开圣剑之谜了。没错，圣剑。说到圣剑，我刚来到南雾里国的时候曾听过圣铁出世，而且还出现复国真言。我听他们说，只要神剑出世就是南雾里国复国之时。难道跟这圣剑有关联？没错，圣剑就是神剑，圣剑一出就代表王位继承有人，整个南无里国就会倾巢而出反攻复国。圣铁，圣剑，这么说来这两者之间一定有关联。圣剑若出世，大明将有一场战争的浩劫，圣剑不出就无法对付七公主，难道要让她继续为非作歹？唉，真是两难啊。哎呀，哦，刘国师，这把圣剑交给你。赵不休，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不能收。就是因为重要，
我才要交给你呀！既然刚才你已经算出我会死于非命，要是这把圣剑继续保留在我身上，如果落入他人之手，不是更不好吗？国师，我信得过你。不管这把圣剑将来的结果如何，我只希望你能够把对苍生的伤害减到最低。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圣剑的真相查清楚，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好，刘博文，赵木伯，老板娘，有什么事吗？前几天，因为阿里失踪，我一时情绪失去控制，所以胡乱发脾气，乱骂你出气。 这几天我冷静下来，觉得对你很抱歉。老板娘，你不用觉得抱歉，这件事情我没放在心上。感谢你的宽宏大量，如霜也是这么说你。我向你保证，从现在开始，我的情绪不会再失去控制，我也不会再计较所有的事情。是不是可以拜托你，还有赵木伯？ 替我想办法救救阿里。我的法力不够，很多法术都做不到。听说这金魄石能让法力变强，那么我就能解开这房间的结界，我就可以逃出去了。 蒙达拉，蒙达拉，解咒破术，撤！哎，没效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再一次，哆里哆西，平聚门开，撤！成功了。 是你，看到我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没什么，最好是没什么啊。哎，饭菜赶快吃一吃，待会儿我来收碗筷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 原来我的法术这么弱，就连有金魄石的帮忙，还是解不开这个房间的咒语。对了，上次小蝶用金魄石使出幻梦随心，可以传到大明，这样我应该也可以通知娘，我现在在哪里，她一定会来救我。好。 说做就做，蒙达拉蒙达拉，异变习幻，幻梦随心，撤。老板娘，请你放心，阿里的事情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谢谢。哎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哎，先让他坐下。 我帮他把脉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国师，朱宇他没事。没事？那他怎么会昏倒？他不是昏倒，他是中了幻梦随心。娘，娘。 到你了，这不是梦了，娘，我施展了幻梦随心，娘，我好想你哦，阿丽，我也好想你，你快告诉我，你。
你现在人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被七公主抓走了？不是的，抓我的人是东永学院长，他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，你快来救我！。赵牧伯，刚才阿里要幻梦随心通知我，他被东勇抓走了。快点，我们去救人，我们去救人！好，大本娘，请你先冷静。救阿里是一定要救的，但是现在有个困难。有什么困难？东勇在无因谷里，要进入无因谷，必须经过明日客栈。你难道忘了明日客栈现在是谁的地盘？是七公主。没错，所以要怎么救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 有办法。我与我的爱，这大明朝啊，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？哎，万一国师也发生什么意外，那怎么办？你这个乌鸦嘴，每次开口都没好话，刘国师不会有事的。梁国师怎么说？现在梁国师也失踪了，怎么会这么多人？朱标忽然过世。 朱元璋要变乾告急，偏偏这个时候，李瑶伯完全不见人影。我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 了解了解，你们两个慢慢聊，我先走了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你们再告诉我啊。赵牧伯，谢谢你。老板娘，是什么事情不能让赵母兄知道？ 刘伯温，你可以转过来了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办法。 我背后这个地图，才是无影谷守门人
真正所守的秘密，愿闻其详。其实，通往乌云谷有两条密道，其中一条就是你知道的明日客栈的密道。另外这条，就只有守门人才知道。现在我把这个秘密说出来，就等于是背叛了南巫李国了。不过， 为了救阿离，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原来守门人真正要守的是你背后的这扇门。没错，第二条密道是先王所建造的，它是为了要预防国家发生战争的时候，要保护百姓，让他们安全逃走用的。它的出入口一边是在祭坛， 另外一边是在南巫里国北边，但是它的出入口有结界。我知道破解的方式，真是太好了！既然知道这个密道，那么情势就不一样了。我赶快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看地图，应该是正方向没错。你们觉得呢？老板娘，你说呢？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来了，不过我记得，往西北方再走一段路应该就到了。嗯。刘国师，如霜姑娘，华嫔，你怎么在这里巡逻啊？辛苦你了。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对了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离行馆不是还有一段路吗？因为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图？和我手上的南巫里州总图不太一样。这是一张密道地图，这附近有一条密道，我们就是要走这条密道去无影谷。你们要去无影谷？那里不是东远和七公主的势力？ 很危险的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不过阿里被东勇抓走了，所以我们才要去无影谷看阿里被东勇关在哪里，好把他给救出来。哼，又是这个笑面虎在做坏事。刘国师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这是水户送给我的玉佩，就这样碎掉了。 华嫔，这次我们是以探查为主，我们几个人去就好了，你不用跟我们去。这样啊，不过，没什么了，你正在执行公务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好吧，那么你们要小心点哦。嗯，你自己也要保重哦。嗯，走，我们走吧。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为了要救阿里，我是担心水壶的状况。对了，我刚才也看到地图，不如就等刘国师他们进去，我自己再偷偷进去。今天的巡逻到此为止，我还有事要办，你们先回兵营。是。 虽然武功普通，可是他来也算是多了个帮手。你刚才那么说，是不希望他跟来吗？没错。刘国师，为什么你不让华嫔跟我们来呢？刚才华嫔身上的玉佩落地碎裂，那是一个卦象。啊？这卦象的意思是，他如果跟来，就会遭遇一个死劫。这次我们任务非常危险，我不能让华嫔涉险。原来如此。 从这边去。来。
老板娘，这密道怎么这么长啊？我如果没记错，应该快到了，从这边走。 就是这里，阿姨，你说这是入口，不过为什么看不到门啊？因为先王不希望有人在无意中发现这条密道，所以在入口处特别设了一个结界，要是想开门，就需要咒语。 无影门，现去。从前面直走，就通往祭坛了。我们分头寻找阿里，要记住，一个时辰之后，不管有没有找到阿里，都要回到祭坛会合。 一个时辰的时间不会太短吗？这是为了预防暴露我们的行踪。如果今天找不到，明天可以再来。但是如果被别人发现我们的行踪，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阿姨，先生说的没错。如果为了多找一会儿而被人发现了行踪，那就太不值得了。我知道。 何突然震动，我就知道事情不对。果然有四只老鼠钻进无影谷，这个密道只有守门人会知道。看来，应该是朱羽带人进来的。哼，他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泄露无影谷的机密。这本古书记载的都是玄奇的阵法，而且非常恶毒。 难以破解，因为这里面记载的是各派的阵法。若非精通阵法之人，要破解这种阵法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糟了，东勇手上有阿里当人质，而且也有这本阵法的古书。如果要救阿里，就更困难了。 这个密道只有守门人会知道。看来，应该是朱羽带人进来的。哼，他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泄露无影谷的机密。听土赵牧说阿里失踪，哼，那他们一定是来无影谷找阿里的。好。 我就先不插手，等他们把阿里找出来，我再抢回来。若是朱羽他们一行人，应该会一起行动。这个人是谁？ 为什么他也知道密道的位置？既然知道有这条密道，那么我一定要进去看看水壶。 说不定还能帮刘国师他们找到阿里啊！公主妃，你觉不觉得今天很奇怪？哦，整个环境看起来特别安静哦。哎，苏娜。
你没说，我倒没注意。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行馆？国师他们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糟了糟了！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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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死牌骨精，你又慌慌张张！我跟你说了几遍，说话不要那么大声。秦礼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么大惊小怪的。黄表嫂啊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刚刚烧好的饭菜到楼上叫刘国师下来吃饭，结果刘国师他们都不见了。不仅这样，老板娘、如霜姑娘还有淑珍他们都不见了，我好担心他们发生什么意外了。他们都不见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跑到哪去了？一直到一直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一直？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千岁，皇后懿旨，靖龙必毁，伤及国运，太子过世，皇上病危，特以圣旨告知国殇，并命朱棣早日回京共议国事，安内攘外，平定民心，钦此。谢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皇兄怎么会突然过世？而且还说皇上病危。公主妃，我看你要赶快回应天一趟。不止皇兄，皇室父皇也病危，难道这就是国师所说的大明有难？哎呀，为什么最需要众人共商大计的时候，国师却不在呢？哎呀，这大明朝啊，最近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？哎，万一国师也发生什么意外，那怎么办？你这个乌鸦嘴，每次开口都没好话，刘国师不会有事的。微臣见过四皇子。相爷，免礼，你来的正好。看四皇子的表情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刚才接到懿旨，说太子弘氏父皇病危，我的心情一时无法平复。太子弘氏，皇上病危，那么刘国师怎么说？现在刘国师也失踪了。怎么会这么多人？朱标忽然过世，朱元璋又病情告急，偏偏这个时候刘伯温却不见人影了。徐院长，水壶，什么事啊？启禀徐院长，我刚刚发现朱宇跟如霜他们两个跑进来，现在朝着祭台的方向去了。哦，很好，来得很好。既然朱宇跟如霜都不怕死，还自动送上门来，那么我们就好好迎接他们。水壶，走。水壶，在。多去找些手下，等待我的指示。是。周宇、如霜，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，可别怪我用七彩四红术对付你们。刘国师，一个时辰快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回祭坛跟他们会合？淑珍，说不定东勇的密室里面有什么线索，我们既然来了就应该去看看。也好，我们就进去看看，不过动作要快，东勇这个人生性多疑，我怕他随时会回来。阿姨快点。
先生，你不要催得这么急好不好？我还没有找到阿丽，我想再继续找。阿姨，不行了，先生已经说过，过一个时辰一定要在这里会合的。如果我们找太久的话，会暴露行踪，不但找不到阿丽，反而会增加阿丽的危险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开口闭口都是先生。为什么约好一个时辰以后来这里集合，却不见他的人影？ 我想先生一定在赶来这里的路上。阿姨，我们还是不要到祖灵跑吧，在这里等先生。伟大的祖灵，请你替我指引方向，告诉我阿里现在到底身在何方。为什么刚刚我不管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人影？阿姨，你别再跪拜祖灵了。你不懂，现在就只有祖灵才能帮助我。 上次圣铁出现，祖灵错误的讯息，说什么娘是先生杀的，我看祖灵根本就不准嘛。如霜，小孩子别乱说话，你刚才这么说，对祖灵是很不敬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，只要我诚心的祈祷，祖灵一定会有所感应，告诉我阿里在什么地方。 阿里并不在这里。刘国师，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都进来了，我们就仔细的找一找，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。嗯。这本古书记载的。 都是玄奇的阵法，而且非常恶毒，难以破解。刘国师，你说里面的阵法都难以破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记载的是各派的阵法，若非精通阵法之人，要破解这种阵法，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糟了，东勇手上有阿里当人质。 而且亦有这本阵法的古书，如果要救阿里，就更加困难了。水壶清醒了，他对我跟东勇的事究竟知道多少？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绝不能让我跟东勇合谋的事情东窗事发，为防万一。对不起，华平水壶，我现在不想跟青钢主为敌，这又牺牲你们了。 伟大的神灵，我共葛周宇在这里恳求，恳求您指示我，阿里到底在哪里？都已经快一个时辰了，先生跟淑贞怎么都还没来呢？阿姨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 七彩光束，糟了！哎，如霜，你要不要紧啊？糟糕，我感应到有法术在启动，而且就在祭坛中。
祭坛，我们不是跟老板娘还有如霜姑娘约在那里吗？一定是老板娘跟如霜姑娘已经回到祭坛，而且行踪被发现了，才会有阵法启动。没错，这就是我担心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赶快回祭坛呢？不行，淑珍，我不能去。不能去？为什么？我发现这个阵法相当复杂，而且就是古书上的阵法，就算我们去了也是无法破解。你快去帮老板娘和如霜的忙，我留在这里寻找破阵的方法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嗯。光点消失，看来最后的这个人也进入无影谷了。嗯，朱宇这些人我自己应付就可以了。不过真正让我想不通的是，最后进入无影谷的这个人，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桑琪，公主殿下，有一只不知死活的老鼠偷偷溜进无影谷，你现在就去解决它。遵命。如霜，阿姨，阿姨要不要紧？我不要紧。阿姨小心，我来了。如霜，阿姨，你有没有事？没事。冬勇，没事，待会儿你们就有事了。冬勇，哼，朱宇，如霜，你们两个好大胆子，我没去找你们，你们反而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想做什么？哼，你们先看看自己的手。为什么我们两人的手上都有三颗朱砂？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你们已经中了我的阵法，这个阵法叫做七彩四红术。七彩四红术我怎么没有听过？你当然没听过了，因为这个阵法是结合南雾里国和西域的法术发展而成，所以你当然没听过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个七彩四红术虽然看似平凡，可是只要被这个七彩四红术里头的七彩光射中四次，就会没命，就算神仙也救不了了。哼，你们两个现在已经被七彩光射中三次，所以你们的手上会有三记朱砂。你真的是太可恶了，居然用这种阴险狠毒的阵法。快告诉我，你到底把阿里藏在哪里？哼，你有时间关心阿里，不如先关心自己吧。因为待会儿你要是被最后一道紫光射中，就会马上没命。如霜，快躲到我后面，我保护你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阿姨，我要保护你才对。原来是这样，不明白了。这是符咒，这不像是中原的文字。应达祭坛。意象圣庭，应达祭坛，意象圣庭。阿姨，你看，阿姨上面写什么？是咒语。咒语？是七彩四红术的咒语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试试看。得了，悟得了，太极解法，阴阳相生，
没得了，没得了，去！阴阳相生，老翁的了，反转日月，七彩无虹，去！ 怎么可能？祝云怎么可能知道怎么破解这个阵法？糟了，一定是有人找到那门古书。可恶！轰达了，轰达了，心火燎原，去！糟了，有人想要毁尸灭迹。 已经破了，淑珍，很意外吧？竟然有人知道如何破解这个阵法。哼，是你破的，不是我。那么，一定是祖林，如霜。 我告诉过你，祖林已经显灵，他很灵验的。老板娘，这也不是祖林显灵，不是祖林，那么是？恭喜破解阵法，刘伯温敬贺。淑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圣帖其实可以人为来控制。刚刚这是刘国师帮你跟老板娘破解了这个阵法。 圣帖可以人为来控制。那么，之前圣帖上面所写的，说我姐姐朱琳是被刘伯温害死的。没错，那都是东勇在搞鬼。东勇，你这个小人，竟敢骗我，说我姐姐是被刘伯温杀死的。 我问你，阿里呢？看来我要暗中施法，先通知水壶，将阿里移到别的地方去。说，阿里在哪里？阿里在……淑珍。 现在受到法术控制，我如果叫他，他反而会攻击我。我还是偷偷跟在他身后，找机会再救他出去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啰嗦啊，跟我走，否则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放开我了！你再跑啊你！走，你放开我！ 你要做什么？赶快把阿里交给我！不可能！小胡，要人就得先过得了我这关。滑冰手气！你快清醒吧！我很清醒。那么你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吗？我当然是南巫李国的人啊！不是，你是女儿国，女儿国的人。 我们的女王叫沙罗，沙罗，沙罗女王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对，是沙罗女王，还有大公主谭风，二公主谭华，三公主谭雪，谭风。 三位公主，好像有，可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。你再仔细想想看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武。
我们都是玉京将军的部下。玉京将军呢？走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啊！受到东勇的欺骗，误会是你杀死了我姐姐。现在我已经明白了，我在这里跟你道歉。老板娘，你不要这样，事先解释清楚就好了，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。东勇呢？本来我们已经抓住他了，可是那个老狐狸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就逃跑了。是我没用，才会让东勇脱逃，我对不起大家。淑珍，你别自责，东勇这个人诡计多端，要捉到他本来就不是很容易。下次他再落入我的手里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有机会逃走。现在东勇逃走了，阿离还在他手上，那么阿离有危险了。老板娘，你先别急，东勇如果想杀阿离，他早就下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他抓走阿离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所以我想阿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想办法救出阿里。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阿里在哪里。东勇是往哪个方向逃的？往那边。阿里现在是东勇的一张王牌，找到了东勇就一定能够找到阿里。那我们快走啊。走。淑珍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突然觉得胆战心惊的。胆战心惊？难道是华平？糟了，华平一定是擅自进入无影谷，现在他遇到危险了。那么我们赶快去救他呀。走。水壶，你怎么这么狠呢？你怎么可以杀害从小跟你一起长大、亲如姐妹般的华平呢？水壶，你赶快清醒吧！这是水壶，这是我的血。老天爷，我愿意用我的血来唤醒被法术控制的水壶。华平，华平，华平，水壶，你终于清醒了，我的血没有白流了。华平，你怎么知道他已经醒了？刚刚他也醒了，谁知道马上又遭到控制，他还把你伤成这样啊。阿离，你放心，我和水壶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一次我可以感应到他是真的清醒了。可是
现在才醒，已经太晚了。华平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竟然把你伤成这样。水壶，我不会怪你，你也是不得已的。对了，这里不安全，你赶快带阿丽回行馆。嗯，阿丽，我们走。我的珍惜啦，因为我怀念绵绵旧情，我永远爱你，我袂当无你，咱的爱终着乌云挂离开，连月是犹原遐尼啊美。若想起过去你对我，予我心袂平，今仔日又搁见面，心肝像海涌。原谅我，莫搁伤心啦。我了解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若是心内有苦衷，请你讲出嘴，千唔通一直暗喊，予我想袂开。我知影。